你做得很好，卡洛尔配过队员，之后的事交给我吧。你是第二小队代理队长 Bronya Zaitek，根据主教的指示，我来了。增援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，你很清醒，卡洛尔队员，告诉我现在的情况。 队长和前辈还活着，只是受伤昏过去了，但是情况很危险，得快点治疗。我没让这些怪物碰到他们一下。做得好，我们这就离开这里。到我身后，我会保护你。啊，我还可以战斗的，让我也助队长一臂之力吧。那就跟上我。
保持警惕，在下一波敌人出现前，抓紧机会撤退吧。嗯，队长，坚持住，我还等着你给的优秀呢。 别担心，亚裔队长不是会在这种地方倒下的人。是的。喂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站起来，我扶你。前辈，他已经失去意识了。凯鲁尔队员，跟紧我，我们原路返回升方带。这是，布罗尼亚队长。凯鲁尔队员，你的队友。 为什么会有死尸化的痕迹？